据媒体报道，2019年3月26号，宋祖儿亮相北京机场。她身穿红色毛衣开衫、黑色打底衫，搭配黑色牛仔裤，脚踩一双印花帆布鞋，背着黑色皮质斜挎包，一身穿搭明艳亮眼，十分休闲，少女感十足。包里还塞满了零食，手里拿着一杯饮料，开怀大笑，妥妥的小吃货一枚啊！宋祖儿披着一头乌黑亮丽的长发，可爱俏皮，皮肤白嫩吸睛，双浪大笑，秒变表情包。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